谢天谢地，你出来了，我真的好怕娘为难你啊。没有，娘对我很好。那我们回房吧。不行，我答应娘要帮她做宵夜的。为什么？宵夜可以让下人去做就好了。今天可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。不可以，娘既然开口，我也答应了。如果让下人去做。 那太没有诚意了，我也不想让娘觉得你娶了一个懒惰的媳妇。冷烟，朝宗，我能嫁给你，那就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了。我知道娘不喜欢我，这个宅子里的人都不喜欢我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更应该做好。我要让他们都说，你沈朝宗没有娶错人。 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？可我，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况且我已经嫁进来了，又跑不掉。<笑>那好吧，我答应让你去做。不过呢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你说啊。 你看啊，饺子皮啊，要捏起来。嗯，哎呀，走开！ 完蛋了，天快亮了，我还没做好，婆婆一定会怪我的，都是我不好，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做的。来来来，我自己做吧。哎呀，哎呀，这饼嘛，都是吃到肚子里去的，好看难看有什么所谓啊？嗯，当然有所谓了，算了算了，我自己来吧。来来来来，我来我来我来，你别动啊，哎呀，别动，我来，哎，我来，哎，沈朝宗你，嘿，哎，我爱蓝颜。
我妈不是不喜欢你吗？我就是要让她把这四个字吃到肚子里去，我让她知道，她儿子对你是多么的痴情，多么的无药可救，多么的恶心肉麻。你看你，傻老婆，你哭什么呀？别哭了啊，再哭不好看了。 啊！你，好你个坏老婆，你看我怎么整你！哎哎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饺子煮好了，我饺子煮好了啊！哎哎，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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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哎坏了，饺子都煮烂了！哎呀，你吃，我不吃，你吃，我不吃。 都是你磨磨蹭蹭的，天都快亮了。不怕，我娘打牌啊，都要打一夜。也不知道娘喜不喜欢我做的口味。当然了，这么香，她不吃，我就把它全吃光了。哎，这不是给你吃的。姨妈，啊，我娘呢？牌局都散了吗？ 太太乏了，就打发他们走了。那我们做这宵夜，他还吃不吃？已经睡下了，估计吃不了了。大少爷、三姨娘，你们也早点回去吧，明天还要忙一整天呢。行，就。好可惜啊。 本来还以为可以讨娘欢心呢。娘太过分了，我去把她叫起来吃宵夜吧。哎呀，算了，日子还这么长，你还怕娘尝不到我的手艺啊？可这饼怎么办？啊，我忙了这么久，正好觉得饿了，我要吃，你吃吗？吃，干嘛不吃啊？我为什么不吃啊？ 你吃一口这个爱，好不好吃啊？嗯，太好吃了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饼。真的假的？嗯，不信你自己吃吃看。嗯，好吃吗？嗯，真的很好吃啊。好吃是吧？亲一个。啊，不行，你要把我爱蓝颜四块饼都吃完才可以亲我。 组长，听说你已经决定要处决净空师太了。案子已经水落石出了，他自己也承认了，所以我必须马上处理，否则很难和村民们交代啊。可是这里面有很多疑点呐。冷云啊，我不这么看，你想想。
怎么会有人主动承认自己是凶手啊？除非是为了自己的爱人和亲人。可是，净空师太是个出家人，四大皆空。你说他能为了什么呀？所以啊，冷渊，有的时候不要太固执，能早点结案的就早点结案吧。不，族长。 师太，你真的不肯说真话？凭你说的句句都是真话。出家人不打诳语，你信不信我都只有这几句。我也救不了你，安息吧。 已经打点好了，你就放心吧。小心行事。是啊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。是你带我来的。我想整件事情都没那么简单。 在我没有查清楚之前，我是不会让你死的。冷护院这么执着，真是百姓之福啊。但是对有些人来说，死了比活着容易。如果师太一心求死，我冷云也无法阻止。但如果你真的死了的话，我就更相信这件事另有原因，一定会追查下去。 为什么？你的杀人动机是为了钱，无非是眷恋红尘。现在我救了你，你反而想死，哼，你不觉得矛盾吗？谁说我想死？我只是不想一直被关在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。假如冷护院坚持我是无罪的，又愿意提供我吃住的话，我当然愿意留下来。 师太，你放心，这里很安全。前面有兄弟把守，并且每天我会带东西给你吃，你不会受苦的。那就多谢冷护院了。不用客气。师太，你是一个出家人，你应该知道，出家人以慈悲为怀。但你却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包庇凶手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 一个人维护一个人，应该有特殊的原因。难道凶手是您的爱人，或者是亲人？冷护院的想象力真丰富啊！要不然，他威胁你，拿你的亲人或朋友来威胁你。师太，我说的对吧？
就嘴巴严一点，不然我会把你的秘密告诉所有的人，到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，我相信你很清楚。放心，贫道一定守口如瓶。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这包东西先放在这儿，等天黑的时候你想办法弄走。三姨娘，该给老太太请安啦。李妈，我知道了，我一会儿就去啊。哎。少奶奶，她马上就过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大姐，哎呀，哎，少奶奶，大少奶奶，大姐，没事吧？哎，大姐你怎么了？哎呦，我这肚子。大少奶奶怎么了？大少奶奶，大姐，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，大姐？哎呦，我这肚子，哎呀，我这肚子。我这肚子，大姐，你怎么了？我这肚子好像特别疼啊！肚子疼啊？要不我帮你找个大夫看看好吗？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呀，我好像好多了。哎，没事了。啊啊，好了，好多了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哎呦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真的没事了。真没事了，哎，你快去给娘请安吧。不过我看你挺严重的。哎呦，我说没事就没事了，快去吧。谢谢妹子了。那就好，那我去了啊。嗯，我去了。哎，老太太，你昨晚这么一折腾，大少爷挺伤心的。他心里只有那个女人，哪里还有我这个娘啊？就算要伤心，也轮不到他呀。老太太，别怪我多嘴啊。其实你不喜欢三姨娘，也别露在脸上，这样子大少爷不好做，也影响你们母子的感情，何必呢？嗯。娘，媳妇给您请安了。嗯。娘，媳妇伺候您梳洗。老太太，啊，怎么还有亲娘呀？娘，对不起啊。娘，没事吧？我，你怎么？我不知道水里有只青蛙的。娘，雷爷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对不起，我刚才没事没事。啊，兰烟啊。你进了门，我还没有送给你什么见面礼呢。哦，我年轻的时候，你公爹送给我一匹上好的缎子，我一直搁在仓库里没有做，看着很适合你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啊，走吧。哦，朝宗啊，这是女人的事，男人少掺和。药铺该开门了，你去做生意去吧。啊。大姐，你真聪明。嗯，
嫁起来这么多年了，从来没来过这儿。娘，这关了很多年了吧？15年了。哟，这么久啊？所以啊，咱们新娘子的面子多大呀，一进门就有机会来这里挑见面礼呀。啊，谢谢娘。哎，这里面的布料可真是好看啊。兰烟啊，我送给你的这块布料叫孔雀蓝，除了深蓝的颜色之外还有纹理，你自己找找去吧。是娘。天哪，这么多的布啊，哎，找一天都未必找得完呢。啊，李妈，这是我送给兰烟的见面礼，要她自己找出来才有惊喜，是吧？哦，是，娘说的是。那顺便打扫一下，很久没有整理了，以后好找东西。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一点都不辛苦。好了，你自己慢慢找吧，我们走。娘，你看着我干什么？还问我？我，你要害人家也要动动脑筋，拿盆水来做文章，你怎么会笨到这个地步啊？娘，不是我笨，是文燕帮我出的主意。事情被揭穿了，还赖丫鬟。就你的脑子。还想跟别人争风吃醋，你妄想，下次别再犯这种无聊的错误，否则我让朝宗休了你。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大声一点。听见了。李妈，走。我说大姐啊，你自己笨呢也就算了，你千万不要把所有的人都当成傻子。老太太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你下次再想栽赃陷害别人，麻烦你变得聪明一点，你这样一看就被看穿了。切，你狂什么呀？啊，我好歹也跟朝宗做了4-5年的夫妻了，而你呢，一进门就坐冷板凳啊？你，我怎么了？我好歹也是沈家的大少奶奶，我是金枝玉叶，哎，我是名门闺秀啊，比不上杜兰烟，她有朝宗疼着。可是你呢，就只会哄老太太开心。我看啊，哎呦，你呀，天生就是做丫鬟的命。哼，姐姐，你这倒是说到点子上去了。我呢有老太太撑着，兰烟呢有朝宗撑着，不像姐姐，君之玉叶，力大无穷，自己一人就能竖起一面旗帜，真是佩服。邝春妮，啊，对了，我还要陪老太太去跳舞，改天再见。哎，邝春妮，大少奶奶没事吧？哎呀。都怪你啊，出这鬼主意又把我给害了。哎呀，这个邝春妮，我跟你势不两立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这个邝春妮，我跟她势不两立。大少奶奶您别生气啊，来先喝口水润润嗓子。这姨娘也真是的，都失宠了还这么嚣张。哎，文燕啊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觉得你应该跟二姨娘做朋友。做朋友？嗯，疯了吧你。不止她，你还要跟杜兰烟做朋友。哎呦，我看你真是疯了。他们都是我的敌人，我一辈子都恨他们。哎呀，你还是不是我的人了？您别生气啊，您听我把话说完啊。说。
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这是千年的古训。您跟他们好了，然后挑起他们的矛盾，好让他们斗得你死我活。听说药铺的生意不错呀，还可以吧。最近有个山西来的商人订了一大批补品，光是人参和美容丸的利润就相当可观。你做生意有一套，娘从来没担心过。儿子，娘有一件事想求你，不知道你肯不肯答应。娘，你有什么事就跟我直说呗，何必用求呢？李妈，拿出来。是。怎么了，娘？娘，这是孝服啊！我们家又没有人去世，我又在大婚，你想让我穿孝服啊？娘也知道是强人所难，所以我才特地求你。娘有个好姐妹前两天往生，她生前对娘有恩，又无儿无女，娘想你帮她戴孝，算是给她送终了。可是娘，你那些好姐妹我都认识，您说的是哪一个？这个你不认识，很多年都没来往了，你当时安了娘的心好吗？娘，娘，娘，我找到了。哦，找到了，喜欢吗？喜欢，这颜色好漂亮啊。说了要送给他见面礼，忽然想起早年你爹给我买的蓝缎子。辛苦一天了，辛苦了啊。哎，兰妍，这蓝绸缎可是娘的心爱之物，你得好好珍惜啊。嗯，好了，清洗一下吧。啊，你跟我来。啊切！云哥哥，云哥哥，哎，蓝烟，这么早就出来巡逻啊？没有，出来买点东西。哇，云哥哥，都是女人用的，有大嫂啦。哎，蓝烟，别胡说。是吗？来，过来一下。什么？你用一个死人把他换了？对，我把他藏在郊外的一间小茅屋里。不过我已经试探出，他是为了一个人才包庇凶手的。什么人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断了。我总是觉得那天晚上沈老太太去看他的时候感觉有点蹊跷。你怀疑是我娘？只是猜测而已。云哥哥，你带我去见见师太吧。就在前面哦。哎呀，是，你看来了。好，老大，老大，嗯，师太还好吧？还好，在里面。那我们进去吧。嗯。我就是凶手，没什么好查的。你是凶手，你有贪念，却还有心情在这抄写佛经。
真是奇怪啊。净空时代，你放心，今天我不是来盘问你的，是因为有人想见你。是谁？师太，你还没死。我要杀你，你还来看我，你不怕吗？我不怕。云哥哥，我有点事情想跟师太单独聊聊。师太，我虽然在水月庵住的时间不长，不过我知道你一定是个好人。如果你想来套我的话，那就不必了，我什么都不会说。不是的，我是怕你一个人在这闷，闲着无聊想跟你话家常。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话题，那咱们就换一个。师太，你知道吗？我成亲了。梳起了妇人头，果然大不一样。你嫁的是沈家吗？嗯。朝宗少爷他好吗？他和他娘相处的好吗？药铺的生意怎么样啊？朝宗他过得很好，母子的关系也很好。药铺的事情我不太过问，也没听他们提起，不过我猜生意也应该是很好的。你能嫁给朝宗少爷是你的福分，你千万要珍惜啊。朝宗他最喜欢蔬菜了，特别是刚摘的青菜，每一顿都要有，不过味道不能太重了，重了就会反胃。他穿衣服不喜欢太鲜艳的颜色，喜欢大方一点，简单一点。如果裁缝铺里没有他喜欢的布料，你就自己买布给他做。不过衣服要加大一个尺寸，因为他喜欢宽松一点的。师太，你好像很关心朝宗，而且对他的每件事情你都很清楚。沈老太太以前常来水月庵，我是听她说的。那你的记性可真好。朝宗他，啊，你看我，天色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吧。沈家的家规很严的，不然朝宗他夹在你和他娘中间，很难做人的。我知道了，那我先回去，改天有空我再来陪你聊天。云哥哥。嗯，好，这么快就聊完了。嗯，聊完了。你们都聊了些什么？聊的都是朝宗。朝宗？这个净空师太真是太奇怪了，我那么努力地帮他伸冤，看来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反而觉得容易。是吗？嗯，之前娘去看过师太，已经很奇怪了。刚才跟师太聊天的时候，他的话题一直都围绕着朝宗，那就更不寻常了。前几天我还听说娘要朝宗帮他朋友穿孝。啊？是给净空师太穿孝吗？很有可能，不过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还没想通呢。来爷，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，之前沈老太太她不喜欢你，所以找杀手杀你，而净空师太呢，又曾受过老太太的恩惠，所以帮他顶罪。那前一句尸体怎么说？师太刚才并没有提到娘，
反而是一直聊着朝宗，我觉得这中间肯定有复杂的关系。蓝烟，你帮我一个忙。蓝烟，怎么了？我梦见净空师太了。他不是已经伏法了吗？他说他死得好冤枉，有好多心愿未了，还要我告诉娘。我去告诉娘，我这就去告诉娘。蓝烟，哎，蓝烟，你干嘛呀？蓝烟，娘，蓝烟，娘，哎呀，娘，你出来呀！娘，你出来呀！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把娘都吵醒了。我有话要跟娘说。娘，娘，哎，娘，你出来呀！哎，娘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三姨娘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大半夜的闹什么呀？娘，娘，我梦见被处决的净空师太了。这个不相干的人找你做什么呀？他要我带给娘一句话。啊？带什么话？他说，这世道是公平的，谁欠了谁，老天爷都记得，迟早要还的。哎呦，我说我一整天怎么都不舒服呢？原来家里闹鬼啊！是不是真的？娘，我们也做场法事吧。荒谬，只不过是一个噩梦，犯得着惊动大家吗？想睡的都回去睡觉，不睡的给我跪在院子里。那，你先睡吧。你也早点休息。走，走吧。早点休息吧。李妈，给我准备元宝蜡烛。我想祭一祭亡灵。是。蓝烟，刚才怎么回事啊？就算你做了个噩梦，你也不能三更半夜的把娘给吵起来啊！还好娘不怪罪，要不然你就惨了。哎，我肚子有点饿，想吃面。这么晚了还吃什么面？我让丫头帮你做吧。别，太麻烦他们了，我自己做就可以了。那我帮你。你帮我做又要好久，我很快的。你明天还要到铺里谈事情，早点睡吧。那好吧，你早点回来睡觉。是，大少爷。去吧，啊，阿静啊，我知道你走得很不甘心，心里面带着很多牵挂。我心里边都好难受，但这是你自己的选择，没有人逼你的。我也很痛苦啊，你不要再来找我了。夫人，三姨娘偷看你呢。你死了一了百了，我们活着的人却还要承受被人愚弄的滋味，尤其是在这里装神弄鬼的无耻小人。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
老妖精快显形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老妖精快显形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老妖精快显形！快显形啊，快显形啊，快显形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老妖精快显形，走了。你干嘛？住手！哎，你把蓝烟绑在上面干什么？哎、你别闹了，小心触犯神灵。长宗，蓝烟他是被鬼附了身，娘这是心疼他，才请来道士给他驱鬼啊。驱什么鬼？我看分明是你们心中有鬼。哎，你听我说呀。蓝烟昨天晚上的行为你都看到了吧，和平时一样吗？你们两个回去之后去哪里了？他说他去做面啊。那为什么要躲在一边，还要装神弄鬼被李妈发现了呢？那怎么办？有鬼当然要驱鬼了，赶走了就没事了嘛。怎么驱啊？那就看大师的了，继续。泪像蜡花凋，等。